苗栗县众多演艺团队长期致力在文化推广，其中呢，EX 亚洲剧团及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入选今年度国家文化演艺基金会台湾 TOP 演艺团队。而另外呢，县府办理地方扶植杰出演艺团队计划，今年一共有5团队来入选，县府都给予表扬。是我们本县的杰出演艺。苗栗县内优秀演艺团队接受县府表扬，7个在地团队长期致力于文化推广。今天最主要是来表扬，然后我们县内总共7个杰出的演艺团队，那包含2个是国家级的，已经进到的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，他表扬为台湾 TOP。的这样的优秀的演艺团队，那包含了在本县的 EX 亚洲剧团跟荣兴客家采茶剧团，那另外还有5个县级的我们的杰出演艺团队。这7个团队呢，在各自专业的领域里面都非常的认真，而且也做到了文化的新传承、教育扎根等等。获表扬演艺团队包含入选今年度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台湾 TOP 演艺团队。包含 EX 亚洲剧团、荣兴客家采茶剧团，深耕苗栗培训表演人才，而县府办理地方扶植杰出演艺团队入选联合民族管弦乐团、萧建平电视木偶剧团、全员文化艺术团、新乐舞舞团、杉杉舞一方，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哈，我们下半年度啊，这些优异的团队都已经。准备好有非常棒的那个表演作品要呈现哈，希望大家能够，因为那票都很便宜了哈，都很便宜，那大家就是习惯来买票来支持我们的那个表演团体的那个表演节目。演艺环境多少受到疫情冲击，能够支撑团队不只靠团队的成员热情，民众走入表演现场，能够让这些艺文创作推广迈向永续。